will teach you how to make a picture now. Drawing can be fun. Let me show you how it's done. Draw us a picture, Louise. When I colour in, the magic will begin. And together we'll make the picture come real. Draw us a picture, Louise. Take a look and see how easy it can be. Come along and draw with me. So draw.眼睛吧，等等等等，我来画。好啊，优酷。眼睛和眉毛两点，上面加两条线，别忘了上鼻子上的皱纹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画他的耳朵。从头开始，画一个很大的半圆，就像这样。在另一边。画另一只耳朵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画它的身体了。从一只耳朵开始，向下画一条线到地上，然后横画一条线，再向上一点。这是它的一条腿，像一个未完全的长方形。没错。然后我画一条小线当它的肚子。换我，换我了，我可以完全大象了，路易。当然好了，尤克。谢谢你，乐意。所以我继续把线连上耳朵，完成身体。好了，一只大象。画得好，路易。画得好，尤克。等一下，朋友们，还没有完成哦，它还少了一点细部，让它更加漂亮哦。脚趾甲。现在它很完美了，还没有。我们要涂上颜色，但是我有一个好点子，关于它的颜色。你们好啊，我的朋友。叫我玫瑰。我说玫瑰，你能抬起这棵树吗？当然没问题喽，我的小可爱。我们很喜欢帮助别人，因为我们这么强壮，我们通常用来抬树干。
好了。做得好，大象太太，我们全都可以去游泳了。要画一只大象，首先要画头，上下画一条线，然后一颗小小的心，再往回画，连上头顶，然后头的两边都画上耳朵，别忘了画眼睛，看像鼻子上的小皱纹，然后画身体，从耳朵向下画到地上，再画过来，然后往上，再画一条线当肚子跟另一条腿，就像第一条，最后你画一条线回到另一个耳朵，你在脚上加一些小指甲，然后你可以涂上你喜欢的颜色。在我们辛苦工作之后，我想我们大家全都值得来点提神的东西。哦，对，很棒的柠檬水。哦，是一个凉爽的好邻居。再见喽，朋友们，再见喽。